点起飞。都家店真的非常非常小，他那个酱给的实在太多了。走在街上看到有一个眼妆画的还不错的，就说那是嫩模。我是 NYU 是女人的学习、我们这边都只能有交的钱都不知道交去哪。现在要和陈甜甜一起去吃苏西伊西卡瓦。咱就是说，这次拍的断断续续的 vlog 就这么结束了。最后，我想说。